辞职。你先冷静。我很冷静。那好，就算要走，也要把你手头上的工作处理好，剩下的事情我们稍后再谈。出去。哎，等等，投诉信拿回去就当留个纪念吧。促销的，便宜就买这么多呀？不，你没事，不用不好意思，都是成年人，我理解。牛我那个出了公司第一个路口往南有药店，去买点药补补肾啊。不是，我这个不是肾的问题，我是腰。别太透支身体，影响工作，行不行？谢谢苏总关心。是你真要死啊？别呀，你再等等，没准这回就时来运转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而且我看出来了，新来的这位啊，跟我们上一位一样不尊重我们旅游体验师。